大家好，我叫叶忠诚，我是香颂跟香玉的这个预约制私宅料理的创办人。那这次很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跟全家全面的合作，推出母亲节的私宅料理。这次第一次跟全家的合作，其实我们还是秉持我们私宅料理的原汁原味。不管我们在鱼上面的料理、鸡肉上面的料理，其实在我们平日在我们的餐厅，我们都是用这样的一些比如在地食材，然后我们会有一些香料的配方，迎合刚好这次的母亲节，我们有做西式的私宅套餐，也有把香玉中式的亚洲料理推出，而且我们这两套的套餐呢，所强调的都是希望吃起来没有负担，所以我不但是选了鱼、鸡，甚至一些汤类跟甜点，其实都希望能够让妈妈很轻松，打扮得漂漂亮亮，可以很优雅的在家里享受平日在家里享受不到的私宅料理。